这个豪宅饭店味道特别不错，我一会儿请你吃饭。哎呀，我没那个耐心给你吃饭，车钥匙给我就行了。哎，怎么是宾利呀？你以为呢？太恶俗了，我不要。 欢迎光临，小姐。这款是我们的劳斯莱斯加长版，幻影。它的外观非常的大气。这个是法拉利599，颜色很红，是吗？很热情似火的感觉，非常适合您的气质。 这款是法拉利加州版，它非常的纯净，很时尚，非常好卖。这款是迈巴赫。 这款车售价1200万，小姐，您确定要这车吗？ 不行吗？我们这个车的价格吧，它……帮我洗干净。好，好，好。 知道堵车就该早点走。哎，麻烦一下各位小姐，请问一下，现在几点钟了呢？没戴表，不知道。哎呀，这位短发的美女，你看看嘛，帮帮忙嘛。哎呀，帮她看一下吧。没戴表。哎呦，哎呀，反应真慢。呀！你要说你的头发？哎呦，还是低调一点，低调点。这是我刚买的假发，怎么样？漂亮吗？太漂亮了。
长头发呀？哎，这是长头发，哎，小辫儿。就知道各位姐姐们喜欢的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什么？哎呀，你已经买了，买的好赚啊！朱浩，看他干什么？分都分了，真好看。人家可是在痴情的等你呢。哎呦，他等他的呗，我没说要嫁给他。哎，你那张莹呢？不是哭着喊人家娶你吗？领证了吗？他跟一匹野马跑了。啊？别提了，就是一匹野马。现在想想。是不是高露琳对你最好啊？流过去的水啊，再也回不了头喽。他现在已经结婚了，都快有孩子了。我现在都有点不太适应城市生活了，可能当野人当习惯了吧。你在那个特种部队就没找一个？说真的吧，我这次在特种部队，我觉得自己像被洗礼了一样，从肉体到灵魂，整个，我开始懂了这个穿军装的意义，还有军人这两个字的分量。虽然啊，我9岁就开始当兵了。但是我好像现在才知道，当兵是干什么的。那当兵是干什么的？当兵就是为了保家卫国啊。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新的论调呢。当兵，当能打仗的兵。笑笑。